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中国一说网解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月华剑士二的高手对抗啊，来配提千言会语这二批增肌天魔的红兔啊。熟悉二批这个月华剑士二的朋友都知道，红兔这个玩家的域名防守史啊，绝对是最强的一个存在了。来看看他的这次精彩的一个表演。那一批使用是风，这二批的手使是精力的一个对抗啊。剧情上来说，力对技模式，哇，好快啊，完全。我的语速已经跟不上他的手速了，太快了。上下七手，你看到没有？说话之间，这已经是被干死。第一局，哎呦，继续压。好的，再压，八九刀王爷。这事风还是要守住，没有守住吗？千万不要给手指机会。好的，风来了机会，打到一个六连。哇去，这个投的简直是防不胜防。好吧，我来看这一局怎么打，依然是力对技模式的师兄弟对抗。上来用变身风啊，上断压，先打逆下，又是一个闪身打好牛。八连脚力加九连带他换位，我的妈呀，在哪儿在哪儿，这人在哪儿？哇，这个手速我估计一批已经懵逼了，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，我就又被投。好吧，我们再看看这一局怎么打。接续发动了猛攻，风现在也是满气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有点崩缺。我给我感觉风已经是不知怎么防好了。你看，又是在这边，好机会，小磨牙，但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，没有确认上。好的了，王爷开始表演，天魔红兔直接打出十二连绝杀，感谢收看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